崩铁大料新角色首曝 ，XP 拉满，提前做好抽卡规划。各位大佬好呀，趁着元神长草，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下有关崩铁新角色的消息吧。目前将在 1.0 版本的全卫星角色也都已经亮相， 1.1 版本 UP 的两位限定五星分别是银狼和罗莎，罗莎定位是一位可加队友输出的奶爸，四星角色御空定位是攻击暴击暴伤管，还兼具高额破盾效率，打核弹必备。旁边的小停云真的是非常可爱念。 1.2 版本 UP 的限定五星为雷、虚无卡福卡和风毁灭刃，卡福卡绝对是必抽的，能同时做到轻熟、妩媚和清纯可爱，也就只有他了吧。将在 1.3 UP 的是驰名龙尊隐月，虚数毁灭，单横的五星 SP 版本，一般这种觉醒角色都是很强的，值得抽取。浮选五星量子存户，然后是一些未确认 UP 时间的卫星角色，但形象却都已经亮相。雪衣四量子毁灭，特殊战绩可以积攒点数，并且削减韧性，有特殊追击。不过感觉等雪衣正式 UP 时，回忆腰间的面具的款式引热议，又得争论是日本般若面具还是中国传统鬼神形象面具了。寒鸦心四星虚数巡猎，是雪衣的妹妹，光追重返幽冥里有出场，可给自己加小浮盾，禁锢对方极致对单，有特殊蓄力攻击，乍一看有点小深鹤的既视感。桂乃芬四星火虚无，不是仙州人，之前就整过很多活，例如徒手接子弹、倒立吃面条、刷牙吹口哨，在宣传图中还与素上二人表演胸口碎大石。铁道素上胸没崩的三大原因找到了。林可四星量子丰饶，技能可能可以给队友加攻防。朗道家的小妹，西路瓦乐队的鼓手，应该是量子队最后一块拼图。卢卡四星物理虚无，搏击俱乐部成员，虎克的保姆，软梅五星冰童鞋，托帕五星火巡猎，都是天才俱乐部成。罗斯姑母四星属性未知，虚无，天才俱乐部成员，光追后会有七里有出场。静流五星冰毁灭，前任剑手景元的师傅，静流的能力是通过他由战绩和大招创造的剑来增加基础伤害。杀金四星虚数丰饶，上盾的盾吃防御，战绩转攻击。霍霍五星风丰饶，身份捉妖师，封印妖怪，能减对面攻击。花火五星火童鞋，黑天鹅只是个代号，真名未知。以杀四星量子毁灭，没有一个友方或敌方目标死亡都能提高技能伤害。男角色名为 Dr. Ratio， 中文名未知，以下为暂无形象爆料，仅有部分文字信息的卫星角色。凤凰五火丰饶，可能是华，也可能不是，目前有争议。牙医五雷巡猎，形象类似强袭加雷律，拥有多个战绩，取决于印记。鹦鹉冰巡猎，形象类似冰八加火屋。 Argenti 中文名未知，五物理智识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位角色呢？不妨留言交流下呀。